我们已经着装完成，准备了今天的第一个行程。那今天第一个行程呢，我们就是，先走这个双流的国家森林游乐区里面的一个主要步道，就是，双流瀑布啊，那是，我们最想走的路。那下午的时候呢，我们在攻帽子山，帽子山的登山口就在这边。那我们下午的行程，就是走帽子山。那我们现在呢，就往双流的森林游乐区里面的主要的步道呢，开始往里面走了。那这边我们先走进去的是沿山步道进去，然后从白龙步道那边绕出来。OK，这是我们今天早上跟下午的行程咯。OK，我们现在就是往双流瀑布的方向前进，全长呢有3公里左右，那也就来回将近6公里。那以我们的脚程，理论上是3个小时到4个小时应该就可以走完。那我们现在是走的沿山步道跟双流瀑布的方向前进。OK，走咯。当你走到这个步道上面，你可以听到潺潺的流水声，因为它是双流瀑布嘛，所以很明显它就有一个什么很大的一个水流量。那今天刚好这几天水汽比较重，所以呢可以想象双流的瀑布应该也是很壮观，尤其前面的山南又浅。应该会很漂亮。OK，我们现在赶紧走，因为下午还要去帽子山，走喽。步道的四周呢，现在正开满了珊瑚绒，这跟我们家一样，所以我们家其实也是蛮生态的咯，有那么多的珊瑚绒。OK，我们现在继续往前，前面也是一样，都是珊瑚绒的天下咯。哦，这边就是沿山步道的出口。那你等一下回来，你也是可以走沿山步道，走出去。那我们现在呢，并不准备走沿山步道，我们现在还是要继续往前。现在已经走了将近500-600公尺吧。OK，继续往前咯。OK，女主突然神机妙算，动了一下。往沿山步道走一段，因为我们要去看一下沿山步道上面的吊桥哦。可是就在上面嘞，妈妈，它在上面。那我想这样就算了吧因为我们不需要为了它吊死了自己沿山步道的吊桥就在上面咯。对，这就是最美的一个地方，就是下雨的时候呢，水大的时候，他就希望你走沿山步道，不要在这边踩石头。那我们现在呢，就是要踩着这个石头呢，过这一条小溪，双流瀑布下来的小溪。OK，我们现在就朝这个方向前进喽。我们看女主跳石头的游戏，这也是蛮好玩的。这是在双流里面，它两条路，有一条路呢，就是跨溪而过，因为要走踩石头，所以老头子我呢，等一下呢，要专注一点，所以就不敢再拍。我等女主走过了以后呢，就接着我来走，毕竟呢，两个一起走就没有人可以救了。OK，轮到我走喽。OK，这是我们准备过第二条溪，它就是一个环状，刚才走了一个，现在走第二个，它这个整个生态工法的做法，我还是蛮喜欢的你看它石头堆成有点像南沙坝，但其实呢，它的水流是可以下去的，这样的话呢，可以减缓这个水流的速度，那这种工法呢，当然是比较耗费这个我们讲的财力吧，但对整个来讲，这样是比较
符合生态的一个方式。 OK， 这是我们今天走过的第二条溪流，你可以发觉它这个溪流真的是很美，有机会你应该来看看咯。 OK， 我们现在已经走了 1.7 公里左右吧，还剩下差不多 1.2 公里。那我们走了两公里啊。那前面呢，我们就只剩下1K 的距离，就到我们的双流，我们今天的早上的第一个目的地。那我们继续往前走了，大家听到那个声音吧？应该是我们家的三大王吧？他可能很不悦，这边鬼吼鬼叫的。OK， 我们继续往前咯。他多聪明，你有看到？水龙头，出水口居然不装水龙头，因为他这边呢，水源呢是源源不断，然后他就可以直接流到下面的池子，所以他就不装水龙头。那是七个，就省了差不多3000块左右的水龙头的费用。OK， 这边就是所谓双流瀑布的源头，我们已经走到源头了。回想起来这个时间呢，其实也是还蛮长的一段时间。其实双流瀑布呢，它其实是两阶的，那因为你要拍到两阶其实蛮困难的，因为它第二阶呢，它是本身呢是有一个转弯，所以你很难看到第一阶跟第二阶。但其实双流呢，它的名称的由来就是有两层的瀑布所形成的。这是我们今天早上第一个行程，圆满成功，噔噔噔噔，不错吧？有空的话记得来哦。OK， 下午就是挑战帽子山步道，总共的行程呢是2.8公里左右。OK， 我们开始上坡起步喽。真的是名副其实的爬山。女主已经爬上去了，我紧跟在她后面呢，赶紧往上爬喽。真的是很陡很陡的山，这个帽子山呢，沿路都是爬爬爬，好像没有爬到你脚酸呢，不甘心的样子。OK， 继续爬吧。这个步道呢，长满了树根，天然的楼梯，走路呢要小心，慢慢的，森林之中，散漫出很多的分多金。这样太阳一晒，哇塞，既然是一个很凉爽，但是又会流汗的日子。OK， 加油吧，我们继续往前咯。OK， 恭喜大家，我们已经成功登上帽子山，给大家看一下牌牌哦，这就是帽子山的牌牌啊，确定有上来了。好了，大家可以看到下面呢就是台九线，大家可能不很清楚，我放大给大家看，我就从这个台九线这边呢爬上来的，所以很伟大吧。如果大家有机会呢可以来挑战一下双流的帽子山，它景色是很美丽的，它的位置呢虽然不会很高，但是呢因为它比较偏向东边，所以中央山脉变成在它的西边，可以看到很高的山，但是它的周围呢，所有的山呢，在它看起来呢，都是跟小弟一般，稍微比它矮一点。OK， 这就是我们的帽子山之旅哦，累啊！